大家好，那我是跟小封面仔，今天我就跟我的朋友终于开箱了，对呀、啊，然后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个游戏，玩什么游戏？不知道，游戏一个介绍嘛，你可以专业一点的，放下你的电话。对呀、啊，放下知道立地成佛，知道吗？是这样，放下手机，立地成佛。放下手机，滴滴成佛。别吵别吵。然后我们今天玩的游戏是一个猜字，这样我戴着耳机要听他猜。不一样的讲的是我戴着耳机。一样的啦，怎么了？就是这样概念啦。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我中了这个耳机，可以在这边啊。因为我中了不是用这个戴，我们500块多块的耳机是来当麦，一个不懂多少钱的冒牌耳机可以来当。随便啦、啊，无法理解，没办法，我没有麦，就是这样啊。然后现在我们每个人有3次机会猜，猜错了第3次也超了，就是直接这样子趴下去了。可猜是这样、啊，是这样、啊，还好吧。然后他就用这个哆啦 A 梦的他自己的几十年，我不敢动，你知道哆啦 A 梦，包着包，都十年没有死，你才没有死，我上个星期上个什么第二次 ，OK，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天天包。Round 1 Fight! Round 1由我们开箱开始先啦，等我开一下歌。 Test 开了，听不到，听不到讲话，完全听不到。开了吗？开了吗？ OK， 他听不到。 OK， 我们你在讲什么？ Round 1 啊，掉掉了，真的很大声。 OK， Round 1这不是刚刚那个吗？测试那个开箱是笨蛋。我很前面你，我们每个人才5衣服啊。我爱你。啊？我爱你。我爱你。我前面你。什么？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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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3题。我爱马桶盖。我什么不懂？我爱马桶盖。马桶，我爱马桶，我爱马桶盖，我爱马桶什么？最后一个，我爱马桶盖，是吧？不懂。OK， 不要再提了。杯子换歌，快点啦。OK， 青春修炼手册。什么做什么做？对，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对，第四啊。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第四，我很欠打啊！我很欠打，多一次。我第一个字，我很啊，不懂了。我很欠打，就简单一个字了。然后最后一题啊，第5题，我的弟弟很小，我鸡鸡。我的弟弟很小，我完全不会懂。我讲出来，讲出来。我的鸡的鸡的哦，哇哦，你在讲什么？你好笑哎、欸！你脱下耳机，你有拍到了吗？你都下耳机，你懂我在讲吗？不懂。我的弟弟很小，因为就讲鸡，一个是真鸡鸡鸡，很鸡鸡鸡。回到我，哎，那你先绕出来，我问一下先。我，看见没有？啊，绕出还是？比一个手势可以吗？绕出。OK， 就见到我来。绕出。OK， 就见到我来。OK。好，现在回到来 ，Round Two。来 ，round two 比一下，再比 round two， round two， 好，有没有补充一下？好，有没有补充一下？我们每讲一题就会这样子，1、2、3、4。然后另外一只手就讲你猜了几次，第三次过后你就可以打他了。那个左手是输，然后打，左手是题目的数量啊，然后右手是猜数字啊。OK， 现在就到我啊。为什么刚刚不应该这种事情应该是第一然后临时补充的意思就是带一个差 OK 现在我听的是小平啊，
看小苹果，来三个开始。哦，可以吗？对呀。听到吗？大家开始啊！你去试试。你去吃屎！你去死！你去吃屎！刚刚好。然后像这样，还有什么？黄、田、明、月、光、雅、俊、破、狂，几个字？几个字哦，还好吧。床前明月光。哈哈哈哈哈。OK， 给我短一点。六频道几十一百万订阅，你把没把到几十打完？哈哈哈哈哈。OK， 我再短一点，重新。又六一百万，打完订阅。女孩又丢一百万订阅，一百万一堆，有意思。又丢一百万订阅，一百万一选，放哦，中，有没有听答案？第三，第三，第三，你认识？我的意见包。你认识梅洛冰吗？你小便了啊。你认识是梅洛冰？再讲一次，再讲一次。你认水认圆认肺认润是润认识飞机没了飞机，你人没有飞机，我都听不到没了飞机啊。还有第四，你鸡蛋在哪里？你鸡鸡很小，你鸡鸡很小，终于对了，你变态你！我拿第六六六，五二零，朱之恨五二零，我恨你五二零，我爱你五二零啊，五二零，五二零啊，这个。Yes. 好多次，好值得庆祝，很好听的这首歌，我感觉是。OK， 两 round 呢，终于开完了啊。然后你觉得是谁？你觉得是我了，我才用四分钟，你用五分钟。你有这样算的啦？你要这样，而且你这一个 round 你好像错了。就是我就这样。我子离，我子离，你叫翻杆。翻杆。OK， 我就觉得这两个人一样，看我多么厉害，炸裂！哎，你不要笑。OK， 今天就由他揭晓啦。然后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subscribe， 也可能会出另外一集了。应该不可能，太麻烦。是另外一种的游戏模式。不知道是谁忘记带那个。然后我要加价值。价值忘记带，还有我们要用粘纸、胶纸。因为我拍给你们看我的讲价，你应该就有神童了。挣钱了，是吧？对。OK， 我们今天到这边了，下次再见，拜拜。啊！还有这个也要拜拜，来抱他，拜拜。等一下你啊！不要咬我！哎，你乖一点，跟老师说啊！来，拜拜。拜拜。哎，不要你拜拜，要咬我。幕后花絮，来看幕后花絮。没有吃干了，我爸在粘纸粘着说，现在一把起来，整个 sticker 把买起来哟。对呀、啊，是没让他录。拍影片的代价就是这样。嘿，好。Hello，